去了都喉咙变粗了。今年第一次到医院来。我是文杰，今天去法哥三亚了，未来的几天我们都在三亚见。我已经在登机口等着了，刚刚安检的时候那个安检的小哥哥说你是不是叫文杰呀，我说嗯，事后我才回过来，不好意思啊那个安检的小哥哥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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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，再见。已经登机了。坐了一个靠窗的位置，等下就可以看到蓝天白云。昨晚睡得太晚了，今天早上起得太早了。飞机了后睡一下，我们三亚见。